香菜，听懂吗？香菜，哎，哎，你听懂了吗？妈，还有跟我一模一样的。咱们俩有意思，差一块儿了。没事吧？这就是我最好的状态。德云社自古师徒合作非师虎。啊，不，你要这样没劲了，张军。干嘛你？你别指我，跟你说，听我说。你别干嘛你？你别干嘛你？你别指我，跟你说，这没。好孩子，好孩子。哦，你在这儿。废话。没看见我。我连我啊，你观众都是我们的衣食父母，都能够理解。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吗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这么说，都是咱们的衣食父母。这会儿咱俩是有拿瓶的，没关系。台上的大小，台上没规矩，台下抽死我没关系。啊！上公园，我师父最擅长就是晨跑，现在就这段时间。啊！因为这段时间迈不了大步，是不是？快走！快了！以前晨跑也走也不行。哈哈哈哈哈！全是朋友。朋友很多很多，也没见你演过话剧。哦，那厉害了！你是在轻蔑我吗？戏曲您了解？了解啊。歌剧您了解？啊，知道。话剧您知道？啊，清楚一些。哦，都知道的话，那您会讲鬼故事吗？现在你要聊什么呀？我会什么，您不聊什么是吗？那您会什么，我聊什么，证明我不行吗？对不对？你为什么要证明自己行呢？你要在我面前证明自己行是吗？你要干什么？说您跟小军也没有这种状态。香菜辣青椒哎，高葱门前插了扁豆，吃的黄瓜加冬瓜买大海切，把萝卜胡萝卜变萝卜，那里儿来香椿来撒。好。我又是你媳妇儿，又是你儿子，又是你闺女，是吧？这会儿你开心了是吧？这会儿你开心了是吧？就跟我不开心似的。这简直大坏呢！小别号的，没事吧？没事，口罩都震掉了。我倒改了，再来啊！好，你准备一下。这你个大胖子，大哥把你给打死了！哎呀，哎，又没咬上，可能是我太怕了，可能是我屁股疼了。Nice。
坎肩吗？那你唱啊！我这有个跺脚，你唱啊！那是坎肩啊！你看出来了啊！没去学你要谢我呀！我没想到你也会这节目，你还闪开啊！